我咧少年的听啊。你伊个我，起码拢袂当讲吼算少年安尼啦。少年是几岁到几岁？你敢知？哎呦，你少年通一输啦啦。我啦，少年是几岁到几岁？我问你嘛。少年家哦，要安怎算呢？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中间吧。二十几岁阁算少年咯、喔？起码人通袂老。二十几岁阁算少年、啊？嘿，我二十几岁看起嘛二十通啊尔，像你人嘛看高中诶。你不是说国中的现在又变高中的啊因为你最近他们都用了不一样就比较大一岁了这样喔、喔、对啊所以你高中生而已那个亲腿啊那个他们母亲这样搓搓黏搓搓黏嘛黏啥呢他们母亲说你不要这样啦家里都串着都坏事了你那我在那里都有那去啊什么吼阿伟人吼叫长底啊，什么吼乌奈大米啊，啊，我听无。啊，查甫人啊，出门吼唔单留一个好风评，嗯，啊，拢串着拢歹代志，出去串七啊叫查某，嗯，啊，做一寡只歹事，嗯，我是来替你见笑，你敢知啊？清楚也讲，你慢慢安尼乌白讲。查甫人出去会做歹代志呢啦，你着安尼无？你是拢叫妻啦、娶妻啦、娶查某，啥物伴游小姐、啥物有大面的，迄算毋是做歹代志？搁钱搁？青腿阿公，那怎么会是坏事呢？哪一个男人跟女人在一起说是坏事的？人拢嘛讲个好代志，所以讲吼叫我承认，讲我嘴我拢做歹代志，我哪有做歹代志啦？查甫人袂做歹代志啦，啊不是笑，不是讲我要做歹代志，做歹代志警察就爱乖呢，你知不知？我怪人是谁念？你啷个会遐笑？伊某听一个嘴拢开开啊！老死人呀！